رمضان يا خير الشهور.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بنعمته تتم الصالحات، وبرحمته تنزل البركات، وبتوفيقه تتيسر العبادات، وبمنه وكرمه تتحقق المقاصد والغايات، وأفضل الصلوات وأزكى التسليمات على خير البرية وأزكى البشرية سيدنا ونبينا وحبيبنا وشفيعنا وقرة أعيننا محمد سيد السادات، وعلى أزواجه أمهات المؤمنين،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ته والتابعين لهم بإحسان ما دامت الأرض والسماوات وبعد. وشان تسمع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ومن جيشان تدا جان تي جان زودة جويو نيرون 是要围绕穆圣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的妻子，正如古兰经 Surah Al-Ahzab 同门军章第六节经文的内容， 伟大真主 subhanahu wa ta'ala 说， An-Nabiyu awla bil-mu'minina min anfusihim， 先知对于信使的权利重于他们自己的权利， Wa azwajuhu ummahatuhum， 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的妻子， 他的重妻 全都是他们的母亲，是天下信士之母。 愿主喜悦他们。还要比较特别的报道和介绍， Aisha radiyallahu anha， 我们在之前提到了关于穆圣从麦加一直到麦地那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重击，这背后有很深刻的哲理和奥义，关系着伊斯兰 信仰、知识、学术、文明、文化传承等这方面，女性特别是穆圣（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的重妻，他们所发挥的历史性的使命、价值和作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专科。如果我们中有哪位专业人士想要专业了解一下的话，我呢介绍这样的一部作品，叫 زوجات الطاهرات زوجات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先知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纯洁的一些妻子们，从Khadija رضي الله عنها 开始，一直到最后 Aisha رضي الله عنها 还有很多。作者呢是 دكتور إبراهيم محمد الجملي 出版社呢是 阿联酋 迪拜 学术国际学术出版社出版的， 是比较经典的。好，这个图片大家一看呢就很明显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重点要介绍的是阿里沙拉丁拉胡安哈这方面的起点内容，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是有所提到的，它关系着我们伊斯兰的信仰、公修、道德、礼仪、家庭法则以及男女关系、夫妻等方方面面， 甚至整个关系着我们整个人类的另一半，世界的多半，妇女、女性问题这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专题简单的介绍一下阿伊莎拉迪安拉胡安哈。首先呢，她的名字叫阿伊莎，她是阿布巴克尔·阿斯迪克拉迪安拉胡安的女儿。阿布巴克尔·拉迪安拉胡安的女儿阿伊莎， 他还有一个别名叫欧姆阿布登拉，阿布多拉的妈妈，其实呢这就是阿拉伯人的一个习惯。虽然他没有生孩子，没有阿布登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呢要求穆圣（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给他提一个名字，然后呢，穆圣（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就给他给了这样的一个别名，那就把你叫欧姆阿布登拉，阿布多拉的妈妈吧。他一直就这样被称呼归正了。 这一段呢记录于阿布达乌的申凶集4970段，伊布努马加申凶集3739段，还有很多的一些申凶典籍中都有所记载。
عائشة رضي الله عنها生于麦加穆圣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为圣四年或五年后出生的然后呢عائشة رضي الله عنها出生的时候她的父母亲已经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穆斯林人因为在伊斯兰宣教史上第一位归信穆圣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的人男的是阿布巴克拉迪安拉汗胡女的是哈迪扎拉迪安拉汗哈小孩子当中呢是阿里拉迪安拉汗胡奴隶当中呢是比拉里拉迪安拉汗胡还有这样的很多而且拉迪安拉汗哈出生在一出生他的父母亲就是最接近穆圣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的两个穆斯林夫妇他出生成长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伊斯兰信仰纯粹浓厚绝对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中而且有健全可靠的史料记载布哈里申兄集476段艾沙拉顿拉哈哈说穆圣算了拉哈雷三人几乎每天上午或下午都会来我们的家里可见阿布巴克拉迪安拉哈努夫妇这个家庭和伟大的先知穆圣算了拉哈雷三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近的安拉的舍算了拉哈雷三人每天白天要么上午或者下午都会来我们的家里这段的记录于布哈里申兄集的476段就这样成长一直到他的归真啊据史料记载呢信使之母艾莎的段拉哈呢归真于麦地那他也是跟着穆圣拉哈里三人跟他爸爸迁移到麦地那的所以他的身份是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前世具体的时间呢是伊利的57年或者是58年或者是59年拉马段的斋月的第17星期二的夜晚归真于光辉的麦地那那么艾莎拉顿拉哈呢一共呢活了67岁归真之后啊就把他埋葬在巴盖尔的坟地里了拉顿拉哈呢还瓦的多哈我们在视频或者图片中看到的光辉的麦地那伊斯兰的圣地啊我们到达麦地那的人就更清楚了要从巴布萨拉姆进入之后给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就说萨拉姆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被埋葬的那个地方真是想当年艾莎的对拉哈雷的家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归真之后啊麦加的圣门弟子说我们要把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葬到麦加因为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是出生于麦加的这是事实麦地那的说我们要把他埋葬在麦地那阿布巴克拉迪安拉哈说我曾听安拉的舍算了拉哈怎么说先知归真到哪里就要埋葬到哪里圣门弟子们听到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的指示这样的宋的 Hadith 立马就没有任何声音了就把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埋葬在了艾莎拉迪安拉哈的家里边了然后艾莎拉迪安拉哈的爸爸阿布巴克拉迪安拉哈在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归真两年半之后归真了把阿布巴克拉迪安拉哈努埋葬在了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旁边然后乌麦尔拉迪安拉哈努执政十年五个月差不多十年半左右归真牺牲之后啊把乌麦尔拉迪安拉哈努通过他对信使之母的请求说能不能把我埋在我的两个同事的旁边因为从麦加13年麦地那10年整整23年过程中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哈雷三人和阿布巴克尔·乌麦尔几乎是声音不离的所以呢乌麦尔·拉迪安拉哈努就请示信使之母艾莎拉迪安拉哈努信使的母亲啊能不能我归真之后能不能让把我埋葬在你的家里把我埋在我的两位同事指的是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和阿布巴克拉迪安拉哈努跟前信使之母艾莎拉迪安拉哈努就答应了然后啊我们去说萨拉姆的时候给穆圣算了拉哈雷三姆说完萨拉姆稍微要走一步吧啊，走两步要对着那个圈给
أبو بكر رضي الله عنه شو سلامه،然后再走一步给 عمر رضي الله عنه شو سلامه。所以那就是曾经 عائشة رضي الله عنها的小家呀，离当时的圣寺很近，据史料记载呢，11米左右啊，很近。所以当时最初哈，麦地那圣寺是很小的，后来慢慢慢慢，从 عمر رضي الله عنه时代扩建，一直扩建到现在，一次性可以容纳几百万人同时礼拜。Subhanallah。那么艾莎的对拉环呢归真之后呢，他被埋葬在了巴格尔的这个坟地里了。所以我们到达麦地那的人首先到圣寺里边啊，离祝贺拜，因为那是伊斯兰的第二大圣地，那里边的一番拜也胜于其他清真寺里边的1000倍。那么麦加天房里的一番拜要胜于其他地方的10万倍，这都是由布哈里神训集记载的艾布胡莱拉拉丁拉胡奴传述的健全可靠的神训数据。然后圣寺里礼完两拜之后呢，要给穆圣索拉胡奴去说萨莱姆，要给艾布巴克拉乌马拉丁拉胡奴说萨莱姆，然后呢再找时间给巴盖尔的坟地，就是在圣寺旁很近的，要给他去说萨莱姆，真的是巴盖尔坟地，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伟大的一些圣母弟子索哈巴拉丁拉胡奴，特别是我们的信氏母亲艾莎拉顿拉环坦。所以我自从在麦地那特别是圣寺里每天晚上苦学学习传授传承接受古兰经的知识圣训，从那一刻起啊，10多年前一直到今天，我在做祈祷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对每一个不同时间段的笔记日记当中结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祈祷，主啊，求你让我们生活在先知圣拉华阿里文斯拉姆的麦地那，我翻腾赐予我们能够死在光辉的麦地那，更重要的是阿拉乌麦加尔呢明天麦的福利呢比真的特别黑尔比周阿里的比圣拉华阿里斯拉姆阿斯哈比拉丁拉华努姆，同时还有我的父母亲，主啊，求你让我的父母能够死于光辉的麦地那，主啊，求你让我和让我的父母呢被埋葬在巴盖尔的坟地里，能够接近先知圣拉瓦莱森勒，能够接近他的一些圣门弟子索哈巴拉丁拉瓦尔姆。这是我自从在光辉的麦地那学习以来一直到今天，包括我在埃及8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都有不同的日记和记录学习心得，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我有一些祈祷内容，我就会写上这些词。我想真主斯巴纳瓦塔阿拉，我肯定安拉是监视着这一切的，我向拉斯巴纳瓦塔阿拉实现我的愿望，应答我的祈祷。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个态度，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而作为一个伟大祖国中国的穆斯林更加的自豪。 Alhamdulillah Rabbil Alameen。 所以我们学到了丰富有益的知识，天启的文化，我们要为伟大的祖国奉献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教育，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人民，要为我们的祖国穆斯林奉献我们的一切，奉献我们的青春，奉献我们的知识和文化，所到之处要传播讲解天启的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的文明要传播正能量。至于在哪里活着享受阳光住什么样的房子等这些，我不敢说自己我没有追求，我是很渺小无能的一个小仆人而已，但是我最大的梦想和愿望，无论我活在哪里不重要，我一定选择是要活在我的祖国，哪里都不去，我们就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文化奉献给我们的祖国人民。但是想死在哪里呢？这一方面10多年以来我一直祈求阿拉斯巴纳塔尔，主啊，能让我和我的父母
死于麦地那，被埋葬在百盖尔的坟地里。因为有健全可靠的圣训记载，阿拉的使者（拉哈阿里瓦斯隆）说：“曼尼斯托尔明库麦耶穆特比麦地那，法利耶穆特比哈，法因尼埃什法乌拉哈尤麦尔基亚麦。”奥克玛高勒（拉勒圣）你们中谁能死于麦地那，就让他死在麦地那，因为我将为死于麦地那、埋葬在麦地那的人复活日求情高赦的。Subhanallah。所以这些完全都是来自信仰的一种体验和品味。所以亲爱的穆斯林兄弟们，光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讲，给你讲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如果你不自己打开古兰经和圣训，如果你自己不行动起来，认真学习一下伊斯兰的信仰知识体系的话，我觉得这意义是不大的。但至少我作为一个求学者，完成个人的使命，要完成传播知识的这一责任和义务，这是伟大真主斯巴诺塔阿拉在古兰经中对有知识的人的要求下达的任务啊。你们应把知识公布给大众，不得隐瞒。所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所到之处讲解伊斯兰的信仰、知识、文化等各个方面，无论我们怎么奋斗、怎么努力，我们还希望我们广大的穆斯林民众、亲爱的穆斯林同胞们认真起来，加强学习，加大学习古兰经和圣训，从而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实践伟大天启的伊斯兰。谈到阿伊莎拉迪亚拉哈呢，她的单身、她的失事，以及她被埋葬的坟地巴格尔，我们祈求安拉赐我们机会能到麦地那，还要到巴格尔坟地给那些大神们弟子，特别是给我们信士母亲阿伊莎拉迪亚拉哈呢说斯莱姆。阿伊莎拉迪亚拉哈呢的尊贵优越方面，很多的圣训典籍，九大部圣训集，如果太大的话，你可以下载你读这个软件，你轻轻手指点一下六大部圣训集中关于阿伊莎拉迪亚拉哈呢的尊贵优越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数据提供给你。他的尊贵优越品级是很高的。首先，他是世界穆斯林妇女、世界女性中，他的品级是最高贵的。何以见得？因为有 Anas bin Malik رضي الله عنه 传述的健全可靠的圣训，安拉的使者（圣拉拉雷三勒）说过，阿伊莎拉哈呢优越世界女性的品级和尊贵，记录于布哈里圣训集3770段，穆斯林圣训集2446段。还有安拉的使者（圣拉拉哈阿里万斯勒）说，针对阿伊莎拉哈哈呢他的尊贵优越品级方面的健全可靠的圣训，记录于布哈里圣训集3769段，穆斯林圣训集2431段。所以有这方面的绝对健全可靠的经训依据，所以我们是相信穆斯林拉赖三勒对阿伊莎拉对拉哈的肯定和喜悦，他在安拉那里的地位和品级。第二点，阿伊莎拉对拉哈是先知从拉哈阿里斯的所有的妻子当中最受喜爱的，有这方面健全可靠的依据。阿姆鲁布尼阿斯拉丁拉哈的传述，他问过先知桑拉拉赖三勒，安拉的使者桑拉拉赖三勒最喜爱谁？那就是阿伊莎拉丁拉哈呢？男性当中呢，是阿伊莎拉丁拉哈呢的父亲阿布巴克的拉丁拉哈呢，因为他从开始一直到穆圣桑拉拉赖三勒归真，伴随穆圣桑拉拉赖三勒在伊斯兰宣教史、文明发展史上做的贡献是所有圣门弟子当中是最大的。这一点记录于布哈里圣训集3662段，穆斯林圣训集2384段。第三点，最主要的，我们在昨天最后一节课当中和大家有过分享，阿伊莎拉迪亚拉哈呢曾在麦地那的时候，当时麦地那的不信道者、伪信士、犹太和基督徒，他们恶言伤害
诽谤穆圣圣拉胡阿伦斯们的妻子艾莎拉迪安拉环的，因为他的年纪很轻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还是点到为止，把数据提供给大家，认真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呢就议论啊洋洋啊沸沸扬扬的。艾莎拉迪安拉环呢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穆圣圣拉勒三勒们得不到天启，得不到古兰经的启示，他也无法确定，因为他也不知道幽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麦地那城，这就是当时生活在麦地那的多神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伪信士所发布的一些造谣、诽谤和污蔑，说艾莎拉丁拉哈呢有不解的行为等这些。针对此事啊，阿拉苏巴纳达呢降示了古兰经的苏拉图努尔光明章的1至26节经文，从七层天空之上开降古兰经文，证明艾莎拉丁拉哈他的清白。对此离了法，如果有人污蔑贞洁的女子却没有四个男性证人的话，要他们收皮鞭鞭刑80皮鞭，我来他克巴鲁拉我们沙哈德腾艾巴登，而且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终身。这是古兰经光明章的明文指示。像这样的事件记录于布哈里申凶集里边，大家可以认真参考一下古兰经光明章1至26节经文的内容，以及和它相关的一些将士背景。布哈里申凶集中就有详细的记载，或者你下载一个明灯这一软件，你看一看光明章的相关注释。还有呢，你可以下载一下在去年2020年拉马丹的斋月里给大家做过介绍的古兰经简明注释，简明注释这样的四个字你可以免费下载，对古兰经通俗易懂的解释和说明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在伊斯兰的法律中，污蔑诽谤他人、损坏他人的名誉是严重的大罪，还不只是大罪这个层面说说就而已结束了，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污蔑他人却没有四个男性证人，亲眼目睹的这种四个男性证人糟蹋人的名誉、诽谤他人的人格，这种行为在伊斯兰教法中被定为严重的大罪，而且要追究刑事责任。菲吉利杜胡姆塞曼尼呢，这里的皮鞭要鞭打80皮鞭，而且我呢他格巴鲁拉胡姆沙哈德腾艾巴德，永远不可接受他们的任何证词。据我们中国话说，剥夺他们的政治权终身。通过光明章的指示和引导，亲爱的穆斯林同胞们，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这张嘴犯下了多少样的大罪啊，特别是污蔑他人、诽谤他人、损坏他人的名誉、侵犯他人的声誉。伟大的使者桑拉拉哈莱塞勒姆在辞朝演说中说，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名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财产、他的名誉，无论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只要是人类，这三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当时曾经在麦地那的时候，伪信士、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些多神教徒以物配主者，他们诽谤了伟大的先知穆圣圣拉拉哈莱塞勒姆的妻子艾莎拉丁拉哈呢，说艾莎拉丁拉哈呢有不正当的行为等等，他们的言辞我就在这里不描述了，不详述了。有谁能够证明艾莎拉丁拉哈呢还是清白的呢？穆圣圣拉拉哈莱没办法，整整无奈等待一个多月，艾莎拉丁拉哈呢回到娘家阿布巴克拉丁拉哈的家里，哭红了眼睛。一个多月之后，伟大真主斯巴纳塔呢降下了古兰经文，造谣的人是你们内部人士还是你们自己内部人，
你们生活在麦地那的这些人当中的一波人。لا تحسبوه شرا لكم بل هو خير لكم， 你们别以为是很不好的，其实他对你们更好。这个好究竟在哪里呢？这不通过这一事件办降了这方面的法律，刑事法律，同时呢通过这一事件还降示了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无法洗小径的情况下可以打土径的这一过程，真是在那一年发生的，通过二十二段拉花台的事件发生的。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中，两个女人受到歹人的恶毒恶言伤害、污蔑和诽谤时，证明她俩清白的是伟大的真主苏巴诺塔的。公元2000年前，犹太人污蔑诽谤耶稣的妈妈二撒圣人的母亲玛利亚阿莱哈斯拉姆，说玛利亚是放荡淫乱的女子，二撒圣人是来路不明，如何如何，很多的脏话就不说了。而且他们还追杀二撒圣人。最后是谁证明了玛利亚二撒圣人的母亲她是清白的，她是纯洁的，她是高尚的呢？她是贞洁的呢？是伟大的古兰经，哎，是伟大的伊斯兰教。古兰经114个章节，第19章就是玛利亚长二撒圣的妈妈。至少地球上17亿，差不多20亿穆斯林，每次读古兰经的时候都会读玛利亚章，证明着耶稣的母亲二撒圣的妈妈是纯洁的，是高尚的，是贞洁的。不像犹太人他们诽谤的那样，由于犹太人诽谤二撒圣的母亲，污蔑二撒圣的母亲，真主气绝诅咒，恼怒了犹太人。这一点在古兰经妇女章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详明的记载。第二，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史，特别是麦地那的十年当中，本尼穆斯拉克战役之后啊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唯信士、无信道者，他们开始污蔑诽谤穆圣桑拉拉哈阿林斯拉姆的妻子艾舍拉顿拉哈呢，最后是清高伟大的真主苏巴诺达尔的颁将古兰经光明章来证明艾舍拉顿拉哈呢的清白，他的贞洁和高尚。光明章一至26节最后提到乌莱埃卡穆巴拉乌纳米玛亚古鲁，对这些人所造谣的这种诽谤恶言中，他们是毫无相干的，他们是干净的，他们是清白的。拉哈马菲拉顿，他们将受到真主的赦免、大的报酬、优厚的报酬等这样的经文。你玛雅古鲁呢，在昨天最后的讲座当中我们提到了，1400年前虽然那是过去的事实，已经是过去式，但是古兰经用的是耶古鲁呢，是他们还要说，并没说他们已经说了，对他们已经说过的这种恶言诽谤污蔑，古兰经的表述是他们还要说，还有人会继续说，继续造谣，继续污蔑，继续会诽谤而且到对方拉换他。果然事实，今天的什叶派他们的信仰原则中就有污蔑诽谤而且到对方拉换他，这还不是思想层面的，这是他们的信仰原则。伊沙安拉最后会有专题 提到。那么我们信使呢，真正的穆斯林呢，如果你相信古兰经和圣训呢，如果你相信穆罕默德先知从拉哈莱三勒姆呢，我们绝对相信古兰经光明章对艾沙拉对拉哈哈对你和我的母亲的证明清白经文，我们是毫无疑问的，毫无可疑的，确信不疑的。我们能相信伟大的领袖穆圣从拉哈莱三勒姆，真主不可能让一个不贞洁的女子作为他的伴侣和妻子。所以伊斯兰教法里边和妇女相关的教法律例大部分都是艾沙拉顿拉欢哈信使母亲所传承传述的。所以啊，我们在圣门弟子的专题讲座七场讲座之后，我们又要和大家专题探讨艾沙拉顿拉欢哈天下母亲的重大问题，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有人在传承着1400年前的当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唯信士他们对
天下的母亲艾莎的对拉花纳的污蔑诽谤的这些言辞一直到今天，那就是什叶这一派别，他们的信仰原则等这种他们的言论，这些绝对我们不是道听途说来的。亲爱的穆斯林同胞们，我们会把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数据以及他们的经典和资料，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有详细的记载呈现给你。如果你是专业人士，希望你认真读一下，毕竟这是能够保护我们伟大祖国中国这几千万穆斯林的健康问题，以免受到来自什叶的这种流毒思想污蔑我们天下信使母亲的这种流毒思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所有的专家学者，只要是懂古兰和圣训的专业人士，我们的老师们同学们，特别是我们清真寺的教长阿混们，为什么就不讲这样的和你和我的母亲比我们的亲母亲还重要的重大问题呢？近些年什叶的资料在国内泛滥，我们很多人都不知情。一上了在下一节课接着和大家分享介绍尔沙拉丁拉哈哈和他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有与什叶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我算了老婆算了毛巴的卡拉那边的穆罕默德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